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周深的几个相关的消息。据悉，湖南卫视《时光音乐会2》延期到下周播出，从12月9号开始，每周五晚7点30分，周深带着大家一起徜徉在时光的音乐里。原定于12月3号，也就是今晚举行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嘉年华《奇遇之夜》将延期进行，何时播出再另行通知。而周深参加的《东方风云榜》《交个新朋友》原计划12月4号周日中午12点播出，不出意外也会改期播出，大家记得不要跑空啊。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握。如果你问我谁的歌声最像是天使的声音，我个人的答案是周深。在认识周深之前，我无法想象一个男生可以有如此干净纯粹的声音，而最近他唱的新歌又火了。慵懒踩着温暖细沙。11月30号，周深与迪士尼联手发布的新歌《奇遇乐章》在全网各大音乐平台发布，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收听量就突破9000多万。这首歌曲依旧也是榜单的第一名，而且还是双榜领跑。歌曲搭配周深清澈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唱腔演绎，串联起大家童年的温馨回忆，唤醒了许多听众内心深处的感动。你不期遇见，夏日有今天。另外，每年除了跨年演唱会，年底的咪咕音乐盛典也是一场视听盛宴。该盛典将于12月10号拉开帷幕。2022年由于世界杯也在同步举办，所以2022年的咪咕音乐盛典将被命名为第16届咪咕会世界杯音乐盛典。周深将作为首发歌手加盟世界杯音乐盛典，全网提及最多的也是周深，也是为这场活动带来了不少的热度。而且主办方还提供了7首歌曲让网友来选择。第一首是11月22号刚刚发布的新歌《流光》，这也是周深第9首带光的歌曲，充满了中国传统节日之美和思乡之情。首《烟火》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现在已经在有你榜3周了，而且都有了不错的成绩。莫听春林大野声，一送烟雨人。第3首和第4首是《光亮》《和光同尘》，周深在第15届音乐盛典中唱过这2首歌，记得当时整个就是演唱会的即视感。第5首是电视剧《长歌行》片尾曲《剪》，这首歌当时也是刚上线3天，人气就突破了300万。还一举登上了有你榜榜首。两心相悦，此生执着一念，坐在眼里眉间。第6首《青青》，不过这首歌是目前投票最低的一首歌。第7首《大鱼》，目前排名第2，不知道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呢？最后，12月10号和实力唱将周深一起解锁你独有的动感地带星座。用音乐致敬热爱。你能听见我吗？未曾抵达的花，寄给月光会收到吗？想念一个人想，我和影子跳起舞吧，沉默而雪。
爱上你，以我的心跳呼唤你，在人群没有认出你，摇摇晃晃朝你飞行，飞行。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，我们呼唤红月的细雨，你不会我追光，不再孤单，好想啊，在黑暗中奔向你，你我的心跳呼唤你，跳舞很简单，你想象自己是根草，随风摆动，摇摇晃晃朝你飞行，朝你飞行。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，目光就会相依在天上。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，风的呼唤，红月的细雨，一路陪我追光，不再孤单。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，一起跳舞吧，目光就会相依在。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，夜路很长，去不同方向，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。在远古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结束了一天的疲惫，住在山洞里，在晚风中，在璀璨的星光下，手挽着手跳起舞来，互相温暖，不再害怕黑暗。